所以会有赞美你的，那一定这个也会有这个批评你的，批评的 ，OK 是的、哦。所以有时候这个不是很有经验的话，就是会往心里去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因为我喜欢开车，嗯，我就会自己开车放音乐，嗯，然后那一天就是我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就一直开国道三号北上，嗯，我就看到一直开一直开，就看到旁边哎阿里山森林游乐区，嗯，哦我的 quickie 想说进去游乐区。心情会不会好一点？嗯，哦，结果开着开着，我想说，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嗯，我想说，还好吧，那不然吃个奋起湖便当再回去。嗯，结果我就在车上吃着便当，然后看着外面的风景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，就是心情很复杂。啊，你到底是抽到什么人？跟大家讲一下。我那时候其实最想抽的是建伟老师。哎，我想说以前唱歌的风格跟老师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味道，是是。我想挑战老师的歌看看，结果一抽。哎，陈建伟老师，啊、哦，哪一首？你嘎啷黑，你嘎啷黑，对，这首歌叫《你嘎啷黑》。黑是啥？黑，哎，听老师他的说法是黑是一种揶揄。黑老师，黑是啥？不是 gay 哦，是黑啊。你嘎啷黑哦，有很多种解释，在台语上面哦，嗯，比如讲你跟查甫囡仔被揪出去看电影哦。那同学出去之后回来，同学见面就会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跟查某囡仔出去遛狗黑不？”哎、欸，听起来也是怪怪的，但是大家可能想问的是遛牵手不？哦，遛狗黑不？遛狗我牵手啊，手烂不？哦，但是有很多话就是很隐晦的用你嘎啷黑。那这个是一个男生的歌，男生在表达被女生抛弃之后。伊搞啊！我去用黑啊！我去用黑啊！我去用棒杀去啊！哦哦，那个但是是用隐晦用一个比较诙谐的方式来表达、嗯。对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就这样还、哦、这样算可爱啦，对不对？哈。我不是酒醉乌白花，嘛不是偷情假贪白。有一挂物件爱你讲详细，谈无风无雨加更美。你身边好心夜夜陪，陪袂到你的心肝底。为什么对阮放电三百倍，搁定定咧招阮入来坐？无用的奢侈来无色的人。笑的同款的梦，你讲我哪地啊？虽然空空，心内有轻重。两个人散步在爱情的路，哪会到最后剩我一个？哎呦，你把我骗，你把人骗，想要跟我做伙，但是想袂到。现在姑娘我怎麼這麼巨信用化，才做伙無兩天而已，伊就跟著賽跑車的富二代走去啊！啊，我不甘，我不甘願啊！你身邊好心夜夜陪，陪袂到你的心肝底。为什么对阮放电三百倍，搁定定咧招阮入来坐？无用的奢侈来苦涩的人，一缕缕客笑的感官的人，你讲我哪地啊？虽然空空，心内有轻重。一定的月亮遐尼圆，照着我寂寞的心情，纯真的人你煞来唬人骗，一段一段情是笑开，真真真。谢谢蔡宗颖。